打造的、培养的一个选手。其实要从观赏的角度，打一些短球。我们看到中国男队派出的教练是刘国正，前世界冠军，现在在任国家男一队的教练。时间，对，再到一线。太强的这种杀板和冲击力，对，漂亮。这样，樊振东一局组单打，上半区第二阶段四分之一的决赛，樊振东对水谷隼。还是非常多的这个手段。哇，这个球，这个球，哦，林高远、啊，分别都在小组赛当中先输一场。对啊，前三板要严密，嗯，啊，不要让对方前三板就开始发动。对。你像这种球，哦，漂亮。樊振东要多准备几板，对方放高球放得特别的好，还有再跳出去，搏杀的一个最好的机会，避免对方打出速度的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他自己。就怕拍型一撇一晃就会打丢。反过来了，哦，这个球拉起来，大角度，哎呦，漂亮，漂亮，还是侧身那个，
上来。好球。那么男子单打四分之一的决赛是由樊振东对水谷隼，那樊振东局数上2-1领先，对中国台北的庄智渊这8位选手晋级。一共呢是进行了30届，中间间隔有4届。啊，朱雨玲，男子是樊振东和林高远参赛。这局打得非常的顺手。许昕，还有女子的刘诗雯，他们都是4次获得了冠军。是的。手感强，这个也有难度。吊打、甩打、甩冲。漂亮，给这个水谷隼拉起来。没有加力。哎呀！好球，这个连续的正反手的上旋球。